这视频呢，我们来介绍这 CT 四。那第一部分呢，我们来谈的就是这 Taylor Scott 数列，就是一乘二加二乘三加三乘四。当然，数学上的做法呢，是透过分项对消。这边我们用程式方式来验证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这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谈到这个 ln 二跟一减二分之一的三分之一减四分之一啊。那这两个呢，其实也是蛮奇，这也是很神奇，这数列呢竟然会收敛到 ln 二。这边一样透过数据来验证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，这也是一个派的逼近式。好，那这个式子呢比较复杂一点点，有连乘，而且有根号，有这种连续的根号。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做。最后再看一个递回数列，这是一个黄金比例的递回，也是根号一加根号一加根号一。开很多次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会收敛到派。对，这边有个小问题，就是几项之后呢，跟这黄金比例的差距会小于 0.001， 那把这结果输出出来，而且绘制成一个统计图表。以上这些就是利用回圈、用 list 来计算一些数列方式。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数学跟程式的切入点。大家在计算同时有哪些有趣的数列，也可以欢迎提供来讨论。